Angela Baby 近期接演了新剧《卖淫寻踪》，预计在今年底开播。她本是领衔主演的演员之一，然而平台片单近期公开后，她却成为友情出演，引起粉丝们的不满，纷纷要求剧组和工作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对此 ，Angela Baby 的工作人员回应粉丝表示，该剧属于单元剧，因为 Angela Baby 的戏份主要集中在自己的单元部分，所以最终改为友情出演。Angela Baby 随后也现身粉丝互动聊天室，安抚粉丝们的情绪，强调每一部作品都是众人共同付出的成果，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努力，只要角色被大家看到就已经很开心了，并不在乎演员顺序。然而网络上流出了疑似是 Angelababy 私底下抱怨粉丝们瞎操心的对话截图，不过她经纪人很快就出面辟谣，澄清该对话是造假内容。